王宁和艾伦是对表演爱好者。哎，二叔好！哎哎哎哎！没想到一次演出却把他们卷进了一场阴谋。我有灰指甲。好，再见。哎，一个传人俩。哥俩改行当卧底，遇到的麻烦一重重，真相到底什么呀？开心麻花街马上播出。停停停停停！哎呀，别跳，本来头就痛，越跳越迷糊。回禀丞相，臣妾心想，这样舞剑，丞相的头疼不就不疼了吗？你戳着我了。那丞相的头是不是不疼了呢？哎，哎。这么一说确实不疼了，就是这儿有点漏啊。不要紧的，丞相，我们来玩躲猫猫吧。丞相您快猜我在哪儿呢？丞相您快猜呀。丞相您快猜呀。玩躲猫猫就玩躲猫猫，你拉我干什么？丞相，让臣妾给您按按头如何？哎，这个力道如何呀？还行。什么声音？你说呢？为何丞相总是朝那个方向望去呢？你掰的呗。对了，丞相，为何不请那个华佗前来诊治呢？我去，我忘了。快把华佗给我叫来。是，臣妾告退。参见曹丞相。好，你就是华佗。正是。人呢？丞相，看见了。我上次跟你说我头痛，如何治啊？我选择开瓢之法。你扯呢？这脑袋开瓢了还能合上吗？除了开瓢，别无他法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敌人派来暗杀我的。曹丞相，宰了你！曹丞相，饶命！二叔，二叔，大侄子，快跑！丞相，这没你的事，这是我二叔丞相，你放过他吧！大侄子，快跑！来人呐！等一会儿，先别来人，别来人！大侄子，拿着这本《青囊经》，快跑！以后要好好研读此书。救济苍生啊！废话真多，我二叔，快跑！二叔，我二叔啊！好，谢谢，快跑！谢谢诸位精彩的演出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下面用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华佗的第78代传人，七宝救命伞的研发者华宏林教授上台。华教授你好。哎，主持人好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华教授，哎，可以介绍一下这个七宝救命伞吗？简单声明一下啊，我这个七宝救命伞呢，不是给活人吃的，
是给快要死的人吃的。怎么说呢？是这样，药太好了，这药这个药效太灵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很多人呢都不吃不喝不睡觉的去排队买，太疯狂了。在这里，我要奉劝一下那些疯狂的朋友们，没有病的，活得好好的，就不要来买我这个药了啊！把这些药呢留给那些快要死的病危病重的人买，是不是？俗话说得好啊，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那这个药主要是治疗哪方面疾病的呢？小姑娘，这话问得多余不？我是谁呀？啊，华佗的后代，什么病不能治啊？这个大到癌症肿瘤，小到跑肚拉稀，什么青光眼、白内障、甲乙丙肝、小孩尿炕都能治啊。这个 H7N9 厉不厉害？吃了我的药立马就好。这么好的药卖多少钱一盒？不贵，只要988。988啊。不过呢，为了遵从老祖宗的遗训，我们这个药现在优惠7块钱。7块钱一盒？一粒。那一个疗程需要服用几粒呢？500粒起。是这样，吃了我这个药呢，老太太都能上树，特别好。那我们在哪里可以买到呢？哎呀，销售网点非常多，15中旁边的这个德顺药房，火葬场西边的这个德康药房，啊，这个还有粮食局对面的这个百万大药房，然后还有这个第5自来水厂斜对过，然后穿过那个胡同，再往后面过两条街，过了桥以后，孙老太太私人诊所。停！别录了，别录了，干什么玩意儿呢？这骗人呢！就是，你不说让我们俩来演戏吗？我演曹操，他演华佗，这怎么又卖上药了呢？就是啊。稍等，稍等。哎，不好意思啊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是？不是，你这怎么卖上药了呢？就是啊。不是这个，这误会误会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你俩，我跟你说，观众朋友们千万别信呢，什么都是假的。哎，就这么卖药，能，你说能治好人不？可不嘛、啊，你看这药能好不？不是那个，是我这药绝对好使，什么病都能治。你俩怎么？什么病都能治啊？来，你把我的脚气治治来。你把我兄弟脚气给我治。这不是捣乱吗？你给我治。不是，哎，我什么都能治吗？哎呀，你哥，你看见没？他翘鞋。你把我兄弟鞋给我捡回来，快点。捡什么捡？捡完赔礼道歉。我是药厂老板。你药厂老板多个六啊？什么5、6、7、8的？都给我滚！滚什么玩意儿？滚！哎呀呀，你看没有？他掐你兄弟脖子，快点！你掐我兄弟是不是？啊？我也掐你兄弟。哎，跟我什么事？我掐我兄弟是不是？你信不信我掐你兄弟？我哎，我听你掐我兄弟。哎！你掐住他！你掐我！啊！你等，停！没意思，你信不？兄弟，停！再这么掐去，出人命了。咱们得想个解决的办法。哼，别逼我使大招啊！啊，我有灰指甲啊！怎么的？嘿，一个传人俩。哎呀，腿烂了，我的。跟我闹？哎，你真有灰指甲呀？没有吓唬他们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走吧。就是最近有点指甲有点灰，离我远点。幸亏跑得快啊，这灰指甲太吓人了。可不是吗？我不能真得了吧？哎呀，我这下午还想搞个大促销呢，让那俩玩意儿给我毁了。哎呀，这跑的有点头疼。你头疼啊？啊！来，我给你弄点七宝救命散吃来。行了，跟我还整啥事儿啊？我不知道那是啥玩意儿啊，能好使吗？呀，没事儿，都是绿豆面做的，哎、吃点抗饿。来，行了，赶紧准备道具去，一会儿该上人了。行，你等我啊！哎，啊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干啥去？我买点预防黑指甲的药。黑指甲呀？那黑指甲可能不是病，那是脏的。哎，我说你这联系的什么破活啊？这是啊？我哪知道啊？他说演曹操，我才接的。不是演曹操，你信呢？那怎么了？曹操就不能长我这么帅啊？演曹操60块钱一天呢？你不也接了吗？你不也演华佗吗？我还以为他们排小品呢，要不我能去吗？什么玩意儿？哎，你看。七宝救命散，
怎么又上这儿来？那不他来人来了，是不是？你这行，你等点儿。你干啥？你干嘛去啊？哎哎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我把他摊儿给他砸了，省着他骗人。哎哎哎，冷静，冷静，什么？冷静，哎哎，冷静。他这来了，藏起来，藏起来，快快快！来来来，你准没准备？咱就开始了啊！好，哎，准怎么样？哎呀，假的都已经断了的，放心啊。行，那个黄老板，那我就开始吆喝了啊！快点，来来，走一走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七宝救命伞让利大促销了啊！哎，各位朋友们，看见这位患者了吗？啊，以前是特别严重的偏头疼啊，自打吃了我们这个七宝救命伞以后，你们猜怎么着？死了？死？谁死了？你才死了呢！没，不是我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是你说的还是我说的？哈哈哈哈，绝对不是蒙人啊，这就是他的病历本啊，绝对是千真万确啊。这个逛街的、遛狗的啊，出门走亲访友的，东去的、西行的，没事都来瞧一瞧了啊啊！只要吃了七宝救命散，什么毛病都没有啊啊！这位患者吃了我的七宝救命散啊，一下子病就全好了。今天还非要给大家表演油锤灌顶，好不好啊？各位父老乡亲，为了感谢七宝救命伞，我豁出去了。好，我有信心，我的脑袋杠杠的。哈哈哈哈，关呐！啊，谢谢啊。行，黄老板，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，哎，各位上演啊，油锤灌顶。对，大家看，砖没事儿。哎，哎哎，黄老板。黄老板，黄老板，不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真砖呐，还真是真砖，我去！嗯，我这看有点淡。哎，哥，嗯，我一直琢磨一个事儿。你说他刚才那个油锤灌顶，那么大锤子，那么点砖，这要砸脑袋上，那不就玩完了吗？不是吗？幸亏咱给他送医院去了。可不嘛，也就咱俩心眼好，我觉得都多余。谁？我，华教授。没人。是不是找咱俩报仇来了？不能吧？你俩就别商量，我自己进来了。是这样。我今天呢是给黄老板带个话。带什么话？说吧。是这样，他说呀，让你俩去一趟啊，去一趟他那儿去拿个钱，然后呢你俩以后就别找事儿了，行不行？钱？嗯，你回去告诉黄老板说我们哥两个马上就去。你挤过什么玩意儿眼睛啊？挤过傻呀你！哦，行了，吃完了就走吧，我们一会儿就过去啊。走，嗯，等你们。嗯。你们，你说他们这帮卖假药的怎么那么不要脸？你刚才说什么玩意儿？你啥都没听清，你跟那啊什么啊？刚才他不在吗？我啊一下，不显得咱俩有默契吗？行了，你俩这乌鸦都叫半拉点儿了，还叫啊？过去的事儿啥也不说了，这一万块钱算是我怕你俩了。黄老板，你看啊，我俩岁数小，也不懂事儿。确实。那个，您刚才挨着一下没事吧？要不我给你揉揉啊？行了，你俩别给我捣乱，就算帮我了。其实我俩呢，刚才回到家里之后就闹了一场革命。其实我就想啊，其实黄老板做点买卖也不容易，
啊，不就是卖点假药吗？就是那玩意儿，找咱俩拍个广告 啊，还让咱俩给搅黄了。是，那玩意儿吃不坏，那吃完了就扛饿呗。哎，你说你要早拿这钱，是不是早就好使了？这样，咱们呢，为了弥补您的损失，我俩商量好了，再给您拍一段广告。对，方案我们都想好，这次咱就不演曹操和华佗了。对，那玩意儿太虚，不好使。没错，我们俩演患者，现身说法。对，我们两个呢就演一对父子。是我演爸。我爸，啊，常年得大病啊，冠心病、心绞痛、心肌梗塞、类风湿、风湿关节炎、尿急、尿频、尿等待，全是病。自从服用了七宝救命散以后，冠心病也不惯了，也不等待了，也不栓了，也不贫了，反正肾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总之什么病都好了。对，一高兴呢还给我找个后妈。找俩行不？别说俩，八个都行。主要是这个七宝救命散呢给了我爸新的生命力。哎，哎呀，这方案太好了，那你俩赶紧排去吧。对对对对对，钱拿着。这个钱呢我们就不要了啊。对对对，我们主要是补偿你那一锤子的损失。是是是，拿着，要不我心里没底。那实在不行那就拿了。行，那我们俩先排练去吧。我们先去找华教授那个排一下啊。他是不是砸傻了？走走走。哎，你说让咱砸了一下完还给咱一万块钱，这叫啥？一锤定音。我看这叫一锤子买卖。那就辛苦二位了，这真不是来捣乱的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？就是定金我们都收了。那个什么，你先在下边待一会儿啊，我们先排练，一会儿叫你上来你再上来啊。啊，演起来，演起来，请好吧你。音乐起。父亲是那灯片的题，我有一个好爸爸，每天都背着我。哎，让我骑着他的脖子。等会儿啊，上学，放学，上学，放学，就这样背了我很多年。爸爸，我要吃嗦乐蜜。好嘞，你下来。爸爸，我给你买，你下来。好不好吃？好好吃啊，爸爸。嗦乐蜜好甜，好甜。终于有一天。坚强的爸爸被我骑出了脑血栓。爸爸，爸爸，我的好爸爸，从此寸步难行，只能坐在轮椅上度过余生。我们四处求医问药，得到的却是一个一个冰冷的回答：你爸爸他没救了。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支离破碎了吗？屋漏偏逢连绵雨，儿到荒时饭量增。就在此时，爸爸的冠心病、类风湿、牙疼、粉刺
扁平疣、脂肪粒、灰指甲也同时发作了。我不能让这个家庭破碎。终于有一次，我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七宝救命伞的广告，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我买了两盒。爸爸，吃药药。奇迹出现了，爸爸竟然重新走下了轮椅，竟然跟我一起跳起了欢快的舞蹈。沿着七宝救命伞的华教授，那简直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！爷爷，爷爷，父母，父母，爷爷，奶奶，父母，父母，爷爷，奶奶，二舅，三叔，长辈在此。好好好，演得太好了，演得太好了，观众朋友们，这就是七宝救命伞的神奇功效。再说一次，我们七宝救命伞经过9981天精心熬制，7749天无限的晾干啊，再经过300多道工序才能研制出此神药，看准了七宝救命伞啊啊！所以这个有病没病的都来买一盒试试，绝对没有问题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华教授，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来接受我们送给你的一面锦旗。这怎么好意思？妙手回春，好好好好好好好，演得不错，演得不错啊！小伙子两个挺卖力，一会儿呢，我请来了一些媒体记者，就这么演。嗯，这怎么能是演呢？对呀、啊，这是我们父子两个的亲身经历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对对对，亲身经历，亲身经历，进人物了，进人物了。好好好好，我爸爸一高兴，又给我找了一个后妈。哎，不是找俩吗？一个一个来，这不肾病刚好。是不是？行，是是是，那就这么地。好，各部门准备，开始录吧。咱正式来一遍啊。好，好，请好吧，请好吧，请好吧。再来，来，音乐。我有一个好爸爸，每天都陪我一起跳欢快的舞蹈。突然有一天，我从电视上看到了七宝救命伞的广告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买了一盒，听说吃完以后可以强身健体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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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，我们一起去广场跳欢快的舞蹈。你想坑爹吗？你想睡父卧床不娶吗？那么七宝救命伞就是您不二的选择。这真是杀人灭口，家破人亡，必备良药。停自首，有没有别的？别别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你们那个假药还剩多少？还剩那么几吨吧。剩几吨？这样你全都给我吧。你干啥呀？你那假药呢？不是绿豆面做的吗？啊。我拿回去给我妈，我妈爱吃绿豆糕。给我留点，我冲碗绿豆汤喝。是，还能做个小豆冰棍呢。对，再整点绿豆沙。啥呀？自首去吧。自首去喽。等等我。
是什么药啊？你能吃吗？不能吃，你倒那么多，还捏着我，哗！每天都背着我。哎，让我骑着他的脖子。等会儿啊，上学，放学，上学，每天都背着我上学，放学，上学，放学。我看不见了。爸爸，我要吃嗦乐蜜。好嘞，爸爸，你给我买。你怎么这么糊涂呢？我去买，你等着。哦，我卖的好呀。哦，对对对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别扒拉脑袋呀。那我骑在上面，我肯定得碰着我腿上面。你可以捂我眼睛。不是，我刚才就没想碰脑袋，但我实在是控制不好平衡。我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七宝救命伞的广告，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我买了两盒。爸爸，吃药药。那是什么药啊？那能吃吗？没，不能吃，你倒那么多。那能吃吗，大军老师？下回你演爸。问你，你为什么刚才喂我那么多药？因为这个是戏嘛，然后道具老师准备的药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什么药？我就问你什么药？道具老师好像说是避孕药。你喂了我多少颗你知道吗？一把。一把？空盒了最后就剩个。不是，你现在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吗？感觉。有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有点生气？真到，结果没想到一捏着我，还捏着我，哗哗。对，我就咽下去。我也没数我到底是含了多少个，吃了多少。现在有什么反应吗？那你刚才那个是吃完药的时候眼睛中风，是不是感觉很自如？是那种感觉。我是生气。哎，我什么都能治吗？哎呀，你哥，你看见没？他跳鞋。你把我行李鞋给我捡回来，快点。捡什么捡？捡完赔礼道歉。我是药厂老板。你药厂老板多个六啊！什么五六七八的，都给我滚！滚什么玩意儿？滚！哎呀呀！你看到没有，他掐你兄弟脖子，快点！你掐我兄弟是不是？啊，那我也掐你兄弟！哎，跟我什么事？我掐我兄弟是不是？我你是不是我掐你兄弟？我哎，我凭你掐我兄弟！哎，我哎哎哎哎哎！你要掐是不是？掐你掐了啊！哎，我去，你敢掐我们两个兄弟？你敢掐我们俩兄弟？你敢掐我们两个兄弟？那你就直接回去了。不是，你要是这么掐就掐不了啊。就是如果羊子在这儿，咱们展开就跟一个一个掐了。展开掐就可以，就羊子，你比如说羊在这儿，你掐你兄弟啊！我掐你！哎呦我天，你掐我兄弟，我掐死你！你掐我也掐！哎！哎！你掐我兄弟！别这么凶，别这么凶！我二叔，快跑！二叔，我二叔啊！没标吗？这块能来个就是。滚！没枪。他要是用慢一点，这应该卡一些。其实是华佗。华佗。对。但是戴上以后，总觉得有点像申公豹。特别像炼丹的。奇迹出现了。爸爸竟然重新走下了轮椅，竟然
跟我一起跳起了欢快的舞蹈。爸爸竟然从轮椅上走了，站了起来。那你得扶他，扶他吗？不用扶吧，站了起来，很兴奋的，并且跟我一起跳起了欢快的舞蹈。回禀丞相，臣妾心想，这样舞剑，丞相的头疼不就不疼了吗？你戳着我了。那丞相的头是不是不疼了呢？哎，哎，这么一说确实不疼了，就是这儿有点漏啊。不要紧的，丞相。我们来玩躲猫猫吧。丞相您快猜我在哪儿呢？丞相您快猜呀、啊、丞相您快猜呀、啊、玩躲猫猫就玩躲猫猫，你拉我干什么？不好使，我为啥没开除你啊？因为你脑子也不好使。你脑子才不好使呢，听说你批出超能力来了啊？对，我现在就是修跑黑肉鸡尾侠。哎呀我天哪，我是蜘蛛侠 Spider-Man。 我的好朋友钢铁侠 Iron Man 马上就到。不好意思，落地的时候摔了一跤，我就是钢铁侠。